邀请我们的来宾，还有我们可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我们座位上起立，好不好？今天早上要走进神的家，祝福怎么样？一把抓。我们再次说，今天早上我们走进神的家，然后要怎么样？祝福要怎么样？要一把抓。你们所有的祝福，今天早上上帝通通都要给我们。所以让我们打开我们的手，打开我们的心，要领受从神来的喜乐，从神来的祝福。一起唱这首诗歌，好不好？口开心就开，心开祝福才装得进去。好，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起来领受神的爱，那个丰满的爱，那个没有条件的爱，今天早上完全为你为我，一起来领受。 Amen。 对了，我们来拍手。你是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大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平静我心中极大的风浪。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我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在我心中，主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再来一遍，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大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平静我心中极大的风浪。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胜利，我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居住在我心中，春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再一遍，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大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平静我心中极大的风浪。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我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心中，数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再来一遍好不好？一起来领受，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大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感受你大能力量，历尽我心中极大的风浪。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我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喜乐现在降临，充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对，让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早上要来领受神满满的祝福。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
们现在降临，充满，让我们唱高一点，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我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主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再来一遍，哈利路亚，哈利，生命，我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属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属天喜乐，属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属天喜乐，主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我们再次拍一张把最大的掌声来归给耶稣，今天早上要得到属天的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哈利路亚，我们赞美耶稣，他是慈爱的神，哈利路亚，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好神，哈利路亚，他要祝福我们，哈利路亚，我们的神他真好，哈利路亚，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他是一位慈爱的神，神是一位好神，哈利路亚，他知道，他知道我们所能够承受的，今天早上神拿走我们的重担烦恼，现在还在面对的问题，今天早晨神要把那个属天的力量赐给我们，阿们，所以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领受神的爱，领受从神来的力量，领受从神来的恩惠，我相信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早晨，这是一个我们离神那么靠近的一个早晨，神的恩惠，神的慈爱，神的良善，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阿们。是我会转向你，你良善吸引我靠近，你怜悯呼召我更像你，你恩典满足我心，在每一天是我的赞美，用过全心来歌唱，你真好，你真好，你真好，你怜悯直到永远，你真好，
摘下你亮沙，你亮沙吸引我靠近，你怜悯呼召我更像你。
有什么比儿女回到家更叫父母更叫一个母亲的心得着欢喜快乐？同样的，今天早晨这里是天父的家，当神看见我们回家回到天父的家，神的心那么的欢喜。神不要我们难过，神知道我们的生活有辛苦有困难有沮丧，可是主说回家，每一次当你回到天父的家，主说我为你祝福那个福气那个恩惠，恩惠不是你用赚来的，不是你的品德你的家世背景你做了什么，恩惠就是白白的神所要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早晨要用这首诗歌来祝福所有的母亲所有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到父家当我们回到天父的怀抱的时候，天父说我要把很多属天的福气给你，当你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手就领受神那个满满的祝福倾倒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儿女在你的职场。 Amen。 所以让我们用这首诗歌一起来领受神温暖的爱，领受神满满的祝福。 Amen。
次拍一张，把最大的感谢、荣耀、敬拜都归给耶稣。谢谢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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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给耶稣，谢谢耶稣。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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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